多主席，即係就翻頭先講周美紅嘅問題咧，我簡多即係講多一個例子咧，我就會轉下一個題目噶啦，主席。即係我仲記得呢個喺2000年嘅時候咧，協助華基嗰啲廠户收地嘅問題嘅時候咧，即係過百個廠户啊，因為反對收地咧，即係嗰時有成超過200個嘅嗰啲藍帽子咧，即係協助進行收地。咁當時同啲廠户咧都有啲正式嘅衝突。咁但係整個衝突場面其實都幾激烈嘅，亦都導致到有啲鐵馬咧係損毀咁。咁但係當年嘅警務人員咧，我當時在場嘅啊，即係亦都有份拉住啲鐵馬唔俾啲警務人員入嚟。咁啊，警務人員係冇動過任何些毫嘅即係武力暴力嘅。同家現時你而家見到嗰啲嘅社運嗰啲少少嘅場面。跟住就即刻胡椒噴霧，跟住即刻咧，即係又拉又鎖又打，係嘛？係完全變質嘅。咁呢兩個例子，我覺得係幾經典嘅。一個就係2000年啊，即係14年前啊，華基收地啊，我唔知啲電視有冇啲片。當時有啲鐵馬係拉爛咗啊，你諗下人力幾大，啲鐵馬可以喺度咧，連拉到5馬分屍啊，嗰啲鐵馬。咁啊，就係加下呢啲情況咧，就呢、這個已經成為歷史啊。其實好唏噓嘅，見到呢啲咁嘅場面。啊，一陣等阿梁國雄議員再講佢嘅經歷啦，佢喺呢方面即係絕對比我深入啊，同埋呢個嘅了解。嗱、啊，主席，我想轉翻去我先前所講嘅修正案726啊，涉及到嗰啲嘅上訴委員會成為糧粉嘅俱樂部，係嘛？即係你睇翻誒呢個市政發牌上訴委員會。啊！亦都即係好多位我哋在座嘅人士嘅麥美娟啊、鍾樹根啊，係嘛？即係我哋前議員林偉強啊，啊民建聯啲核心周轉鄉啊。嗱、啊，你睇翻呢啲上訴委員會又係糧粉嘅成員，啊呢個好大問題嘅，因為你好多時嘅上訴係針對政府嘅決策或者係某一啲嘅委員會嘅決策至進行上訴啊嘛。你原本嘅決策又係嗰一班人上訴嗰啲，就係決策或者係執行。嘅所謂死黨老友或者係同黨係嘛？譬如呢個嘅某啲局長本身又係呢個民建聯嘅成員，嗱呢一個問題咧，下一次再詳細呢個作評述。